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asy Taiwanese Mandarin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台湾传统的菜市场，在台湾已经有非常方便的超商跟超市，但是菜市场对台湾而言还是不可或缺的哦。你好，请问你今天来这里买什么？大概是水果还有青菜。哦，那现在你在这边挑的这个是木瓜蔬菜，对，然后还有鱼，还有肉，姜跟葱，对，这就是台湾很好的地方，买很多青菜，这个就 free 的，姜跟葱就会送。买了牛肉、牛筋跟牛肚。所以打算要做什么料理？一个牛腱的话是要做那个红烧，就是卤牛腱跟牛肚。然后另外牛筋的话是要做汤。今天我要买一些豆子，就是买很多什么鸡豆，还有那个绿豆，还有那个这个怎么说，那个黑豆豆，那个也买啊，好几个。因为最近我发现我不要就是外面吃那些的白饭，我比较有自然的，所以今天我买很多了。所以是买这些谷类来取代白饭，对，就是比较健康吧。对啊，我们一般市面上看到泡茶的洛神花是晒干以后的吗？应该是。哦，觉得很特别。那像这样的话是要怎么料理它？这个，我回去要做那个蜜饯呢。今天买这个是洋葱，对。好，那是北海道的洋葱。北海道的洋葱，那有预计要煮什么菜吗？咖喱呀。请问你在卖什么？我们是卖海鲜的。那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车是我们的蛤蟆跟鹅啊。我们的蛤蟆是从嘉义来的，它没有洗过盐酸，然后我们全部都以活体真空包的方式来，因为这样子一包100块，这样子它可以放保存比较久。然后还有这个鹅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从那个东石叫来的。炒菜锅锅具。那这样子带过来会不会很不方便啊？车子啊，没有差啦，小货车，那你们平常在这个菜市场都会摆摊吗？对，都在这里摆摊，每个礼拜六。卖水果。那现在有的当季水果大概是哪几种？就是橘子、柳丁啊，苹果啊，对。卖馄饨跟水饺。所以这些都是每天来这里现做现包吗？对。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？没有什么开始卖的哦，做很久，做30几年了，真的。然后30几年都在这边这样包，67年就卖到现在了。哇，那真的是老字号了呢。对对对。想问一下，那个紫色的那个菜是什么？那是梅生菜，可以，对，一般的话都是包烤肉吃。好，那可以那个西餐厅的话都用那当餐前菜，就是生菜沙拉。那个是泰国虾，那个是沙虾。然后那个虾子，它的头很大，很好吃。那个虾子它的头很小，没有很好吃。你这样讲可以吗？红红的，漂亮。所以像这样的橘子是比较甜的。对，这样这样比较甜。把它就挑乳白一点的啊，细长的籽比较少啊。乳白是说不要太绿，不要太绿，就是像这个很绿，有没有？这很绿啊，这个很比较白，这个是比较成熟。这是海里的剑虾，剑虾它是野生的。是哦。那哇，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冷冻吗？没有，它是那个，因为它是那个野生的，所以我们那个虾子一从海里捞上来，我们就要马上给它水冰，把它冰死，然后保持它最新鲜的状态。那平常如果要买菜买肉都是来这个市场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家就在附近啊。所以这个市场觉得好逛吗？很好逛啊，因为它是早上到晚上7点多都有，对，大概中午它会稍微休息一下，那么是早上，还有下午大概4、5点它开始就，其实比早上更忙，因为很多那个上班族，他们下班会来这边买一些熟食啊。那你平常的时候都会来这个市场买生活用品？有时候，有时间的时候。因为就是没有时间的话，那就在 Seven 还是这种的，就是比较不健康，所以我觉得，OK， 那买来市场就是比较好吧。今天礼拜六比较有空。
觉得市场比较新鲜。对对，而且比较热闹啊，那个他们买菜的他们都很有趣，所以好就可以来这里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雨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要结束回家咯，拜拜。